可算是游到人间了，赶紧变身，是人类女孩了。我们的鱼尾怎么办？这很容易，就藏在石头后面吧。走啦，闯人间，神奇人间，我们来啦！快看呀，好漂亮的蝴蝶，这三只蝴蝶正好对应我们三姐妹耶。守株待兔半天了，好强劲的鱼尾，能量满满呀！这我可得选个能量最强的，冰魔法最强，提升能力还能增加颜值。骑上我的扫帚，开溜！人间比龙宫有趣多了。糟糕，太阳落山了，快，我们得赶紧回龙宫了。快换装，我的恶魔鱼尾，你们也快点。好，我的火焰鱼尾，冰娜你快点哦。我的鱼尾怎么不见了？快走啊，三妹。姐姐们，我的鱼尾不见了。你放哪儿了？龙宫要关门了，我们得先走了。别丢下我，姐姐们，我回不了家了，父王母后一定会惩罚我的。等等，是谁在哭？谁偷了我的鱼尾？大美女啊，是我的菜。嘿嘿，美女，跟我走吧。不要，放手啊你，救命啊，谁来救救我？乖乖跟我走吧你。这个大流氓，你给我闪开。谁？谁呀？不许欺负女生，多管闲事。来决斗吧。打起来了。疼，我的大牙。再来啊。逃命要紧，姑娘没吓着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你来得及时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挖地种蔬菜。累了吧？喝杯水吧。谢谢你，有你真好。嘿嘿。哎呦，肚子突然好痛。坚持一下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来人帮忙啊，救救我妻子！飞起来喽！好玩好玩，嘿嘿，好特别的味道，妈妈身上好香呀，我好爱妈妈呀！哈哈。什么？她竟然在陆地上结婚生子了？侍卫听令，捉回公主！遵命。走了，吃早饭去。谁呀？抓回公主！遵命。父王，孩子，妈妈，放开我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竟敢违抗命令，雷电光波，翻江倒海。快，娜娜快跑，别伤害他们。快跑，快啊，别管我们。我不要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害怕。孩子，爸爸，求求你放了他们吧。立刻回王宫。我答应你。不，别答应他。妈妈，怕是要永别了。别丢下我们，娜娜你回来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娜娜，你还会回来吗？爸爸，爸爸，陪我玩气球。让爸爸自己待会儿。爸爸又想妈妈了，我也好想妈妈。有了，爸爸，你听我说。怎么了？我们拴着气球去龙宫找妈妈吧。快低头。这能行吗？试试嘛。同意。出发，贝尔找妈妈喽。加油呀，宝贝，好阴森啊。谁敢擅闯王宫？是大鲨鱼，快跑啊。吓死我了，硬闯肯定不行。有了，爸爸，我来引开鲨鱼，你找机会砸晕它。好主意，分头行动。我得先藏起来。侵略者，给我出来。到达山顶。到了，该我出马了，笨鲨鱼。你说谁笨？说你笨，你笨。太侮辱鱼了。去吧，大石头。哎呀，晕。打败大鲨鱼。干得漂亮，机长，继续前进。全海洋搜捕妈妈。来这边找找。好想他们呀。妈妈，贝尔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谁在喧哗？那俩人类？什么？你们俩竟敢擅闯龙宫？父王，侍卫听令，把他们丢出去。遵命，快跟我走。我不走，国王外公，不要拆散我们。赶紧带走。外公，贝尔不能没有妈妈。娜娜妈妈去世的早，那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能感应到冰娜在哪扇封闭的门后面，我就成全你们。感应，开始挑战。遵命。没有线索，只能闻了。青草味道，这不是妈妈。那这个呢？好辣的味道，这不是冰娜。最后一扇门了，梅花香。对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妈妈就在这扇门后面。宝贝，你猜对了。亲爱的，我们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女儿长大了。外公，我舍不得女儿啊。我们会回海洋看外公的。我的乖孙女，第一次见父王这么温柔。好好待他们。谢谢爸爸。常回家看看。